但是在今天王浩老师的课程上，我一下子让你能够学到什么？哎，鲤鱼到底是怎么画的，好不好？咱们啊，哎，咱们到底这种大鲤鱼，其实最难的一笔在哪儿呢？就在于身体的那个用笔。哎，鲤鱼游动随水，什么跃龙门的状态，那整个身体的那一笔到底怎么画呢？我在这里面，我在上课之前先给同学们做展示。来，同学们，在这里面哈，整支笔加清水，刮一刮水分，是吧？然后呢，笔尖呢，我们蘸一点点的什么？蘸一点点的淡墨，是吧？在这里面蘸点点的淡墨，刮一刮水分，哎。整支笔我蘸淡墨刮一刮水分，谢谢谢谢啊，谢谢同学们，同学们既然喜欢文浩老师的课程呀，抓紧时间认真听，好不好？接下来什么真的是知识点来了，整支笔我们蘸淡墨刮一刮水分，哎，从根部开始刮，然后呢，笔尖呢我们调取点重墨，啊，笔尖你调取点重墨。是吧？然后整支毛笔笔尖是重墨，后面呢是淡墨，你们别画。这时候，所有同学们停住，你们别画。你看老师画，老师是在研讨纸上画的，别你们画到你们的纸上，一画就废了这一张纸，是吧？你先听老师，我们要做到胸有成竹。那怎么用笔呢？哎，漏风是吧？笔尖朝前漏风，什么叫做风呢？风就是小尖儿。笔尖，你把它露出来，然后怎么用笔呢？你看呢，把毛笔啊，其实是握风躺下。你看我躺下的一个状态是躺下，看到没有？就这样躺下，躺在这儿。那其用笔的轨迹呢是这样子的。我开始了啊，同学们瞪大眼睛好好看，是不是啊？不然文浩老师歘一下子就画完了，你有点跟不上啊。来来来，在这地方。按笔压下去走，哎，慢慢的差不多了，开始把毛笔提起来，哎，就这一笔，一笔加完了之后，毛笔洗一洗，加点淡淡的颜色，哎，一个鱼的身体，是吧？那有同学说，老师这一块是鱼身上哪一块呢？是吧？就是鱼啊，你从这儿把头切了之后，慢慢的往前，有这种我们说。南方人喜欢吃那种，哎，其实我们北方人现在也开始了，是吧？吃那种，什么啊，涮那个鱼片儿，是吧？就是，哎，先把这一块鱼肉剔下来，再给同学们画一下啊，压下去，按笔走，慢慢的提笔收，是吧？然后呢，鱼身体的一个结构呀不够，是吧？再在这儿补一笔，哎，鲤鱼的形态，是吧？它身体的这一个姿态。重点是这一笔哈，我给同学们说，这块儿，他用笔的时候是漏风下，把笔按下去，是吧？然后呢，慢慢的往后拖，慢慢的抬起来，从实到虚，慢慢的抬起来。再给同学们画最后一遍啊，同学们一定要看清楚了，是吧？来，咱们看一下，有同学说像个大砍刀，是吧？也可以，是吧？我们足以证明啊，同学们什么想象力还是极其丰富的哈。你看用笔的时候，在这地方我把笔按下去，然后呢行笔行一段，好，慢慢的把毛笔抬起来，哎，就这一笔，我把整个鱼身上的那块的肉给它，哎，处理出来了，是吧？剔出来了，是吧？这块肉啊没有刺儿，是吧？然后呢，再给它补上一笔淡的，上面可以勾一些鱼鳞，它的一个结构关系。来，我问一下同学们，这一笔你能学会吗？有同学说，老师说完这一笔，那鱼搁哪儿呢？我给同学们说啊，你在这地方，你比如说，哎，我在这地方再补一笔，看到没有？整个鱼的身体是不是出来了？然后前面加鱼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同学们，这一笔你能明白的，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是吧？再给同学们。那来到文浩老师直播间的都是文浩老师的亲学生，你愿意来到我的课程，都是文浩老师的亲学生，我一定把你这个用笔，我把你教会了。突然说，老师这笔还要学吗？你自己试试，它挺难的，是吧？这笔挺难的。我当时记得，哎，上大学的时候学这个鱼啊，就这一笔啊，我练了好几天，能明白吗？所以说你跟着，你看那把笔躺下。把笔躺下，行笔行一段，然后呢，慢慢的把毛笔抬起来，哎，慢慢的把毛笔抬起来，
是吧？有实到虚的一个过程。好，这一笔我们弄明白了，然后呢，咱们就开始绘画这条鲤鱼。那秦老师哈，你好，是吧？来，咱们看一下呢，我拿一张纸张，这张纸张呢是33呀乘以44哦，40啊，不要让它太长，我们方方的，稍微偏方一点的纸张，我们先打一个横中线，再打一个竖线。有同学说，文化老师是吧，你等一下，我还不是33乘以40呢，是吧，我有点跟不上你了。没关系，你找一个长方形的纸张都行。我们今天呀，你来到文化老师直播间，我们到底是学什么的呢？我们是学方法的。你把这种方法学会了呀，哎，你之后怎么着都行，能明白吗？咱们是来学方法的，好吧？来啊，在这里面我们打一个横中线，打一个竖中线，找到整个画面正中间的一个位置。找到了吗？找到这个正中间的一个位置了，对不对？找到正中间的一个位置了，鱼，整个鲤鱼那线咱们先画黑的鲤鱼是吧，黑的鲤鱼是这样的往上走，是吧，这个姿态往上走，所以说黑的鲤鱼在这儿。咱们先画什么呀？你跟着文浩老师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咱们先画鱼头，是吧，先画鱼头。首先呢，整支笔我给它润干净，然后呢，在这里面我添笔尖呢蘸一点点的墨，千万不要多。在这地方呢，我其实是给它先调一个淡墨。什么叫淡墨呢？哎，它里面的水分是比较多的。你看这个淡墨调出来之后是这样的，哎，它不重吧？你看我加一个重墨，是不是就重了？很黑，对不对？我在这地方其实呢，刚开始的时候是调一个淡墨，淡淡的。好，跟着老师啊，咱们在这地方先调一个淡墨。画画可以用半成熟的纸吗？可以，是吧？画画呢，千万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要求。咱们刚开始先绘画的时候呀，你半生熟的和生宣的都可以，能明白吗？来，哎，咱们在这地方先刮一刮水分，是吧，从这地方刮一刮水分，先调一个淡墨的。好，淡墨之后呢，咱们怎么办？再在里面呀，我像哎，像真的像什么一样，像老鼠偷油一样，因为我们一定要一点点的来哈，从这地方一点点偷一点，哎，不要多，是吧，偷一点。好，偷一点，赶紧跑一边，是吧？然后呢，在这地方呀，你看，稍微的把前面的重的颜色我给它化开，哎，是吧？让我这个颜色化开，是吧？蘸一点点的数，一点点的重墨，不要多，千万记住不要多，你多了整个鱼头都成黑的了，那没什么好看的。咱们先画它的鱼头哈，你看它。是吧，大概呢在哪儿呢，从这儿大概是我一个手掌，你们手要文浩老师的手胖胖的，我的手，你们的手如果是小一点，你们就再往这再来一下，能明白吗？从这儿开始让这个整个鱼往上走，好吧，咱们哎握笔了，漏风，笔头朝前，你看我实际上是这样子拿笔的，让笔下去，是吧，让笔下去和整个纸面有大概30度的一个小夹角，这是纸，哎，大概是这样的躺着的。好，咱们躺着之后呢，看到哈，漏风，用笔往下压，漏风，用笔往下压。好，赶紧提起来，你看往这带，赶紧提。哎，就这样画一个类似于长方形的平行四边形的一个感觉呀，是吧？好，这块带过来，这里面有浓淡的一个关系吧，就从这儿漏风，按笔，好，提起来，不要虚手，在这干脆利落的啪提起来。我再给同学们来画一遍啊，这个鱼头这块的一个结构，同学们一定要弄明白啊，非常重要。哎，鱼头能不能画的好，四边形看你画的舒不舒服。漏风，按笔带走，好，提，就是这样的用笔带提，看到了没有？漏风带笔提起来，好，来，同学们再一笔，你能跟上文浩老师的，你给文浩老师啊回复一个数字一，我一笔一笔的等，我不相信咱们班的同学学不会，是吧？这就是我们大鹏教育国画学院的一个教学准则。我们希望呢，因为我文浩老师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呀，是吧，我教我的那个还老师，我都给以前我都给同学们说过，是一位什么，哎，身材肥硕，
长发及腰的男老师，是吧？他在黑板上绘画的时候，我在后面微风吹过他的秀发，是吧？我在后面被遮挡的严严实实的，他的一每一笔我都看不清楚。然后老师还讲的慷慨激昂的，目的是干啥呢？是吧？哎，我也听不懂。后来呀，反复的琢磨才弄懂。这就是我们线下学习的一个尴尬，但是线上不一样。你哪块没看懂，再给你来一遍，是吧？哎，你说文文老师再放大一点，是吧？再放大一点，好，咱们再放大一点。老师啊，是吧？我还学不会，我能看看回放吗？我们线上课程有回放呀，是吧？解决了很多同学们的痛点问题，是吧？好，这笔呀、是鱼的，哎，左脸，是吧？他的左脸，咱们呢再画出来他的右脸，是吧？你看呢，再画出他的鱼的右脸，从这儿漏风这块用笔，这是这样用笔的。这儿用笔，笔尖朝前，看到吗？笔尖朝前，然后呢，按笔下压，好，按下去就提起来。好，鱼头两边，哎，同学们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是吧？鱼这块就是一个鱼脑子的地方，这是文浩老师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地方。我不知道同学们是吧，小的时候啃没啃过鱼脑子？哎，就是这块。所以说，你看鱼的一个结构关系。嘛，这块大，这块小，透视关系就出来了。一个是这样子用笔，一个是点一下提起来。来，同学们，第二笔跟上了，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二。我喝点水，等一等，同学们。第二笔你能跟上了，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二。有同学说：“哎呀，是吧？鱼的感觉，这笔我知道怎么画了。那接下来怎么画呢？”接下来怎么画？接下来是不是要画鱼的嘴巴了，是吧？哎，鱼嘴巴怎么画呢？你看着哈，是吧？文浩老师也有绝招。哎，整支笔咱们蘸点重墨，蘸点重墨，是吧？重墨之后呢，是吧？你看一下啊，来调大毛边了怎么办？国画就会毛边，别担心。别担心，就会毛边，是吧？来，紧接着咱们来看看怎么去，你把毛笔你压平，压平，压成一个类似于一点点的小刷子，咱们扒拉，是吧？咱们一点点的扒拉，扒拉出鱼嘴来。你先看我画啊，你先看文浩老师画，是吧？从这儿，哎，鱼嘴嘟出来，嘟出来，嘟出来，哎，从这儿慢慢的往上扒了两笔，鱼嘴出来了，是吧？你看，同学们，调下看看，鱼嘴是不是出来了？好，鱼嘴出来了还不够，还要加什么？还记不记得鱼嘴上面有那个叫什么？哎，它的一个嘴唇，是吧？嘴唇、上嘴唇和下嘴唇，你看，从这儿来。哎，上嘴唇、下嘴唇呢？咱们夸张一点，来一下，下嘴唇，嘴唇给它是吧？没下巴啊，嗯，针对于下巴的问题啊，是吧？咱们正式课程里面好好的去探讨，是吧？探讨一下鱼的下巴。今天呢，咱们就不过多的延伸了，行不行？来，紧接着咱们来看一下鱼嘴巴，我加完了，加完之后加上它的一个触角，一个远一点，一个近一点。一个远一点，一个近一点，这可是什么？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个是龙须，是吧？跃龙门之后呀，这个是龙须。所以说你画的时候一定要干嘛？认真一点，行不行？一定要一个长一点，一个短一点，是吧？而且呢，行笔稍微果断和快速一些，是吧？有唇有须，胡子是吧？开玩笑啊！啊，咱们紧接着再来啊，是吧？再来怎么去画呢？我在哪画呢？我加上眼睛，鱼的眼睛，哎，鱼的眼睛是吧？啊，也可以不加鱼的眼睛，这块还没干，咱们稍等啊，不加鱼的眼睛，加鱼的身体，是吧？咱们稍等一会儿，等干了之后，你加鱼的眼睛啊，它更不灵不灵的，是吧？更好看。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看着哈，咱们开始了，是吧？刚开始一上来，文浩老师就教你了一笔。叫做什么？哎，画它的一个鱼肉，是吧？鱼身上最鲜美的一块地方，
嘛，最有价值的一块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啊肥硕的身体，是吧？然后呢，咱们整支笔调淡墨，对不对？笔尖加点重墨，一定要处理好了啊！笔尖该加点重墨，加点重墨，肚子上饱满的水分，这块呢是重墨，对吧？慢慢的变淡的一个过程。咱们呢，从哪地方出呢？你看，从这地方出，哎，刚好我这块一画完之后，它不会留一个空吗？从这地方往后带哈，来看它啊，在这地方，我们压下笔触来，然后往上走。我画了哈，同学们快点哈。我画了哈，是吧？漏风压笔走走走，虚收哦，鱼画这么长就行，是吧？你看这笔压下去，走走走走，慢慢慢的让你的笔啊，刚开始你是压下去的，还有浓淡，慢慢的哎提起来，是吧？你看我给同学们说一下，我这个毛笔压哎变正了。看什么？这个手是个手的一个用笔的感觉哈，是本来是压下去，压下去，哎，起来了，看到这个透视了吗？是吧？你这样子才能把鱼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姿态你给它画好呀，是吧？像同学说的，咱们那个大砍刀你才能给它画出来呀。来，同学们，这一笔非常重要啊，鱼的身体能不能把它的姿态给它弄明白，往哪走的，你要给它弄出来，好不好？来。这一块你跟上了，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五。来，这一笔你跟上了，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五。我让老师稍等一会儿哈，抓紧时间。来，同学们跟上了吗？有意思吧？哎，这一个结构咱们就画完了。好，画完之后呢，咱们继续把它肚子上面的一个哎鱼标给它画出来。什么叫鱼标呢？我给同学们说啊，有很多同学说，嗯，文浩老师啊，我在最近呀在补鱼油，是吧？鱼油呀对身体非常好，还治疗夜盲症，是不是？那其实这个鱼油呀在哪地方最多呢？就在咱们即将画的这块的地方，哪呢？就是它的一个肚子这块，哎，这块的地方，你压上去，慢慢的往上带上，是吧？你跟着它的结构走，是吧？你要跟着它的结构走。好了，肚子画完了，是吧？好，继续，我们再走，整支笔调淡墨，笔尖呢，我们加一点重墨，是吧？你鱼不能说，哎，那半没有呀，那半也有，这半也有，是吧？那继续，咱们把那半给它画上，那半怎么画呢？那半就这样的画，漏风，是吧？你看。哎，我给它表示出来，好了，是吧？这是鱼尾，另外一个结构。紧接着，咱们整支笔沾一点重墨。有同学说，老师尾巴怎么画？尾巴更简单，尾巴从外往里画，是吧？鱼身体啊，从里往外画，尾巴呢，咱们从外往里画。怎么个从外往里画？你看这块，它慢慢的就哎翻过来了，对不对？从地方慢慢的就翻过来了。好，翻过来咱们怎么处理呢？你看，把笔压下去，是吧？往里收，哎，压下去往里收，然后往这儿带，再来，你看鱼的尾巴，是吧？你把这个两个鱼鳍的结构给它处理出来，是吧？就是从外一个长慢慢的变短，然后再变长慢慢的变短，让它有个翻折的感觉，好吧？这条鱼我们要把它画的正一点，是吧？啊，画的重一点。为什么要画的重一点呢？这条鱼啊，它是主要的，它是男一号，是吧？是吧？它在家里面是主心骨旁边呢，咱们给它画一个红色的鱼做掩映关系。好，处理完了之后呀，咱们在里面画鱼鳍，鱼鳍一个长一个短，两笔画鱼鳍，是吧？这还有鱼鳍，再画呢，是吧？咱们稍微的给它可以加一点背鳍，好，
这条鱼画到这儿，同学们能跟上吗？尾鳍是吧，胸鳍、腹鳍是吧，咱们基本上就给它画出来了。来，同学们能跟上吗？能跟上的话你给老师回复两个字，跟上，行不行？你要文浩老师，这条鱼呀、啊、我能跟上是吧，太快了，等一等我，是不是感觉有点瘦了？应该是减肥了。来，同学们抓紧时间了，能跟上吗？能跟上给老师回复跟上两个字啊，跟上两个字。好，咱们继续。有同学说跟不上是吧，跟不上呢，同学们你们想一想，如果这节课程呀咱们有回放，你们开不开心？同学们，如果这节课有回放，你们开不开心？有同学可能说了，老师我想要回放，想要回放的你给在弹幕区里面你给老师回复要这个字儿，行不行？想要回放的你在弹幕区里面给老师回复要这个字儿。来，我看有多少同学想要回放的，想要回放的你在弹幕区里面给老师回复一个要这个字儿。好，我看这么多同学是吧，想要回放，可能课上的时候不一定能跟得上是吧。我在这里面呢插播一则广告是吧，插播一则广告，大鹏教育五合一的课程是吧，从梅兰竹菊到花鸟到山水到人物到临摹到写生的课程，一共170节课，每节课程2个小时，正式课程里面的课程都有回放。有同学说，老师有鲤鱼吗？有。老师我想学习，找谁？找班主任老师，好不好？同时呢加上咱们上面红色字体的我们报名赠送的一些福利，记得带着福利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好不好？来，在这里面呢咱们继续去画这个鱼的眼睛，好不好？继续去画鱼的眼睛。那老师要回放有什么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是吧，你有空了咱们就可以看，而不需要在地方，哎呀是吧，今天呀老师的课程呀又没跟上是不是呀，我又忘记了，又忘了来，对吧，我又忘了来是吧，下次我一定要早一点来。还有呀，在我们零元16节课的课程里面，有同学说了，老师是不是我要把这个零元16节课的课程全部听完我才能还报名啊？不需要，没必要，是不是啊？而且呢今天的福利是最大的，我建议同学们今天我们赠送价值1万元的超值活动，像文人画、楷书书法是吧，以及呢我们等等的是吧，超人气的一些课程，记得找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好不好？你看加完眼泡之后呢咱们再来是吧，再来加一个眼球这块呀，我用的是淡墨，然后整支笔加重墨，在外面又加一个眼睛，哎，淡墨和重墨它不一样，在外面呢你加一个重墨呀，哎，咱们加上鱼的眼睛，那鲤鱼能不能跃龙门和你这个眼睛呀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是吧，哎，鲤鱼能不能跃龙门和你的眼神有关系，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眼神一定要画得精美一点啊，外面这一层呢是吧，也是鱼身上武文浩老师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的一块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鱼的这个小结构是吧，眼泡呵呵啊，然后呢下面给它加一点。来，整支笔呢咱们再来哈，整支笔蘸重墨，刮一刮水分是吧，蘸重的一个墨色，刮一刮水分，像金枪鱼啊。呵呵，来，咱们紧接着呢再画鱼鳞，对吧，画鱼鳞。那鱼鳞是怎么画的呢？你看着哈，整只拿只非常小的狼毫的勾线笔，有点不清楚，我给同学们调到一个清楚的位置。好，然后呢咱们蘸一个重一点的重墨，是不是啊，蘸重墨哈，但蘸重墨之后一定要干干的。然后我还怕什么呢，文浩老师在地方是吧，我还怕它阴水，赶紧给它按一按，把这条鱼啊给它按一按是吧，按一按，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吸掉，然后咱们再去勾鱼鳞。怎么勾呢？你看拾起虚收慢慢的往外带哈，从这地方往外带，
一点点的话不着急，哎，稍微的有一个倾斜角度，是吧？你不要，哎，是吧？在上面打一个十字井字线，那不好看。就是咱们想把你的纸张歪一歪也没关系哈。看，你看，跟着老师啊，这块是细复活，是吧？细复活，勾线的时候啊，找一支小笔，然后呢，慢慢的一点点的勾。是吧，勾出来它的一个基本的轮廓，哎，慢工出细活。有同学说，文浩老师，我就是个大老粗，是不是啊？我画不出来这个细活怎么整啊？我比较还着急，是吧？我跟你说啊，你是自己认为你是大老粗。文浩老师啊，在家里面也是把家里面弄得一团糟，是吧？乱七八糟的，是吧？哎，经常呀被家人骂，妈以为我是个大老粗呢。我静下来好好整一整，我也能整得出来。真的，不要给自己加标签哈，是吧？你们都可以。只不过呢，有同学说，文浩老师，我为什么画不出来？你手抖吧，抖。老师，我手抖了呀，是吧？给我奶奶家的缝纫机一样，是吧？你奶奶家的缝纫机，哒哒哒哒哒，是吧？哎，我太晃了，那是因为你没经过系统的训练，是吧？我上大学第一节课程就学的气，哎，运气，屏气凝神吸气，你调好气了你再去画这个线条一定够稳。只不过呢今天呀咱们没时间，是吧？有空呀咱们正式课程里面好好的探讨一下，哎，探讨一下内功心法，探讨一下运气，是吧？这个气可是非常重要的。重要到什么地步呢？我给同学们说呀，咱们想一想，印度的瑜伽，中国的打坐，是吧？中国的这种佛教里面的打坐都是和气有关系。而且呢，你把气息也掌握好了，你把心态掌握好了，国画其实有延年益寿之功效。王老师这么厉害吗？对。是吧？就是这么厉害，毫不夸张的讲，虽然夸张了一点，但是毫不夸张的讲，它有延年益寿之奇效。来，同学们，是吧？这条鱼我们基本上就画好了。同学们，好看吗？你们要觉得好看呀，你在弹幕区里面给老师回复两个字儿，好看，行不行？你们要觉得好看的话，在弹幕区里面给老师回复一个好看。哎，这条鱼呀。是吧，画了瘦了点哈，本来呢想画三斤的，结果呢只画了二斤半，是吧？只画了二斤半。那咱们继续再往下走，行不行？哎，整支笔呀，是吧？再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呢，我们用什么呀？这个盘子我就先拿一边嘛，今天这个盘子啊，其实还可以用，但是呢，想让同学们看清楚我的调色，咱们加一个朱砂或者是朱标都行。朱砂朱标呀其实是一个色儿，一个呢粗一点，一个细一点，我加了点朱标，是吧？加朱标，然后呢加点曙红，再加点曙红，是吧？加点曙红，再加点什么呀？咱们再加点胭脂。有同学说学声乐学太极学中国话都需要气息，你看通了吧？同学们通了吧？中国文化就是通过气息咱们就打通了，是吧？有同学说老师是吧，我喜欢中国文化，是吧？那中国文化最需要学的什么东西？文化老师反而觉得就是气，是吧？写书法要不要气？要气。学中医要不要气？要调阴阳之气，是吧？学太极要不要气？一定要气，是吧？学这个叫什么中国的音乐要不要起？也要起所以说呢，是吧？希望呢大家呢不管是喜不喜欢文浩老师教的国画吧，真是希望大家啊，是吧？喜欢上，是吧？国画，喜欢上中国文化，好不好？来，整支笔呢咱们在这个地方洗干净了哈，还是这支笔。整支笔咱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调一个什么呀？调一个淡淡的朱标朱砂都行，然后呢刮一刮水分，再呢笔尖蘸点曙红，是吧？
慢慢的往外调，沾点曙红。好，调完曙红之后呀，笔尖呢，我们再加点胭脂。哎，哎，这会儿呢，我要让它颜色有一个变化，是吧？这个变化还是方法一样哈，我就不给同学们做过多的赘述了，行不行？一样是吧？还是侧锋啊，侧锋往下拉，画一个鱼头，你看稍微的往前来一来，鱼头按下去，按往外带鱼头是吧？这边来一笔鱼嘴，扒拉两下，扒拉两下出鱼嘴，啊，一、二、三，好是吧？打完收工，三笔我加一个鱼嘴，是不是？加完鱼嘴之后呢，咱们继续拿一支小笔哈。这个时候我拿出一支小尖毫，咱们再把鱼嘴巴给它勾勒起来。哎，鱼嘴，哎，曙红，胭脂，调一调，是吧？加鱼嘴，加鱼嘴，你看鱼嘴，哎，加一笔，好，加一笔。我稍等一下吧，我怕同学们跟不上。文浩老师，上月你怎么没上课？带上去写生了吧？上个月文浩老师有别的任务，哎妈，没关系，这个月呢，是吧？咱们又来了，爱吃大肉肉的大还大大。其实我们大鹏教育不光有文浩老师哈，很多老师都非常优秀的。上午上课的施兰老师是不是也非常的优秀？对不对？我希望呢，大家呢，其实喜欢上文浩老师的课，那文浩老师当然开心了。我希望同学们，集百家之众长，嘛，集百家之众长。我们大鹏教育的老师啊，还是很多的，真的是四五百位老师。我们大鹏教育国画学院的老师四五百位老师，也希望呢，同学们。是吧？一定要干嘛呢？潜心的在里面，好好的在浩瀚的国画知识里面去遨游。同时呢，我在这里面我说，跟老师学习，切记跟到一位老师学习，能明白吗？一定要跟着多位老师去学习。文渊老师在不在？文渊老师，响应国家的号召，是吧？响应国家的号召，国家的号召是啥呀？国家的号召不是生娃吗？回家呀，回家生宝宝去了哈，很快就能够和同学们去见面，好不好？来，同学们，在这里面哈，你们能看到这个鱼吗？这个鱼的鱼头吗？跟上了吗？跟上了，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好不好？来，跟上了，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有同学说，老师根本跟不上。是吧？原因在哪呢？高翔老师还在吗？高翔老师也回家生宝宝去了。一休老师在不在？一休老师也回家生宝宝去了啊。看来我们是吧？大鹏教育还是个风水宝地，是不是？同学们真的是来来来，咱们继续哈，还往下画哈，哎妈，你看这个鱼头都跟上了，对不对？都跟上了呢，咱们继续来哈，是吧？都跟上了，咱们继续来。然后整支笔画完这个鱼头之后呀，我们慢慢的整支笔再去调整一下。整支笔我们占一个，是吧？人丁兴旺，谢谢了哈，是吧？来，咱们继续呀，是吧？再来，整支笔蘸一个朱砂，是吧？朱标都行，啊，再画鱼身体啊，鱼身体，哎，刮一刮水分，笔尖呢蘸一点曙红，是吧？蘸一点曙红，啊，然后呢，再蘸一点点的胭脂，啊，再蘸一点点的胭脂。啊，我们继续去处理。这个时候呢，啊，我的毛笔里面也有一个颜色深浅的变化了，对不对？颜色深浅的一个变化了，从这儿慢慢的往外走，是吧？从这儿慢慢的往外走。你看，用笔从这儿漏风，看到吗？从这儿漏风，按笔下压，哎，哦，慢慢的提起笔来，哎，这个鱼呢是尾巴往上翘，是吧？好像呢调皮了一下，是吧？这个鱼呢人家游得好好的，是吧？它非要，是吧，弯道超车的感觉。所以说两个鱼啊，咱们要画，把它画得紧密的挨在一起。
来这一笔漏风，慢慢的，你看我再一笔压，很压压下去，慢慢的往上提啊，是吧？慢慢的往上提，好，提完了之后呀，我淡淡的一个珠标，咱们把下面的一个啊小结构我也给它加上，加上一个肚子，加完那个肚子之后呢，继续，你看加一点，沾点曙红，沾点胭脂，是吧？来从这儿去收，按笔往外走啊，加过来，加上它的一个尾巴。好，有同学说了，文浩老师就这一面吗？不是，是吧？还有另外一面，是吧？另外一面在哪呢？马上来，是吧？文浩老师刚才忘了，是吧？刚才忘了，咱们在这地方再来一笔，哎，收过去。你看这条鱼，是吧？这条鱼我们又画完了，很有意思啊，是吧？哎，两条的一个结构关系。好，鱼头、鱼身体我们处理完了，紧接着要干嘛？画它的一个鱼眼睛了，对吧？画它的一个鱼眼睛，拿出小笔来，你再看哦，是吧？这个鱼眼睛怎么去处理？整支笔调，先调一个珠标，啊，千万不要太重了，因为鱼眼泡呀那一块呀还是稍微的淡一点的，先淡一个珠标，好，可以了，是吧？在这儿按笔往上带，这块呢也是按笔往回收，好，鱼眼泡画完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是吧？啊，怎么才能收看直播轮替呢？这位聂同学，我们大鹏教育的课程呀，对，刚好这位同学说这个问题了哈。我们大鹏教育国画学院的课程，你报名之后呀，它是有直播轮替的。什么叫做直播轮替呢？你有一期直播，你还有一期啊回放课程。那个回放课程是实时的在更新的。比如说呀，我正在学花鸟。花鸟还有一位老师的回放，好，等新的课程里面，我们新的课程新的还课件更新了以后，是吧？有老师又上了一轮课结课了之后，哎，啪，你的回放又换了另外一个老师，然后再换另外一个老师，再换另外一个老师。所以说呀，你在我们国画课程里面啊，在花鸟这个小单元里面，你有可能能够看到所有老师的一个课程，能明白吗？这就是直播轮替。有同学说老师他现在还不变吗？你得好好学呀，是吧？是吧？到期了就会变呀，能明白吗？是吧？哎，那个还老师的课程到完了之后就会变一个老师。你说老师这个时候山水和人物的是不是也一样的？一样，是吧？他一定是变的，好不好？具体还不明白的，找一下我们的学管老师问一问，行不行？哎，正好给同学们说哈，有同学说老师这有什么作用呢？这个作用可好了去了，不是你跟着一个老师去学，而是你跟着我们的什么大鹏教育的所有老师在学。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跟着所有老师在学？哎，你比如说我喜欢，哎，是吧？花鸟里面燕寒老师的绘画水平，哎，是吧？过两天我的直播轮替里面有燕寒老师的轮替了，好不好？好呀，当然好，是不是？来吧，咱们继续，是吧？整支笔我们再去画一下，是吧？然后整支笔我蘸一个朱砂，是吧？调一调，刮一刮水分。好，紧接着呢，整支笔我蘸一点曙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这个眼睛鱼眼睛你们跟上了吗？你们跟上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如果鱼眼睛你跟上了，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来，抓紧时间。鱼眼睛你跟上了，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一，很好很好啊，谢谢同学们。咱们继续，有同学说老师跟不上，是吧？鱼呀，在我们的整个课程里面它是中间偏上的，哎呀妈，难度呢是中等偏上的。有同学说老师这一笔我可能你教了好几遍我还学不明白，我怎么去系统的去学习呢？找谁呢？找问一下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最近的一期课程，基础入门课程什么时候开课，尽快的去报名。在我们基础课程里面呀，梅兰竹菊就是我们国画的基础，在那里面呀我们系统的去学习，好不好？来，紧接着慢慢的压笔往外带，
是吧？压臂往外带，再比压过来。鱼鳍，好，加完鱼鳍之后呀，继续，我们再用勾线笔，这会儿再勾勒的时候呀，就不是勾勒的墨了，我们勾勒重胭脂色，是吧？在这里面，啊，我们加一个重胭脂，慢慢的往后拖，重胭脂，看到没有？哎，加个重胭脂，刮一刮水分，吸一吸水分。还是鱼的鳞呀，咱们要给它绘画完啊，用笔拾起，哎，慢慢的往外去加，是吧？一笔一笔的慢慢往外去加，拾起虚收，慢慢的往外去带，认真点啊，气韵生动，气一定要足，勾稳了，是吧？勾实了，勾好看了，认真勾，画面的结构才能更好看。这一边，另外一边，然后，这里面的小结构啊，我给它勾一勾。好，第二层是吧？鱼鳞咱们也给它绘画上。不着急，慢慢的。有同学说，老师，这个鱼鳞怎么去勾呢？你其实要把它勾成一个类似于菱形，是吧？你看我每一个小格里面，它其实是一个菱形的状态。我给同学们放大一点，你们瞅一瞅啊。哎，这边瞅，这边看，啊，每个鱼鳞呀，里面的结构关系，它是属于菱形的一种状态。有同学说，老师，我阴的太厉害了，啊，阴的太厉害，咱们就等会儿画。文浩老师的直播间里面旁边呀，有两个大的探照灯，是吧？一照的时候呀，干的特别快，是吧？所以说呢，同学们，你们如果没有干那么快，你们稍等一下。啊，好。第二个呢，咱们再去，字鱼学书。第二条鱼既无须也无鳞，还挺押韵。加上啊，你要说没有呀，加上太简单了是吧？看来呀，这位同学一定是有什么学习的一个天赋，一上来呀就能够跟着文浩老师学会这么难的一个鲤鱼。那我觉得你一定是有一定的天赋，好不好？来，处理完了吗？第二条，同学们处理完了吗？处理完了之后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七。来，你说老师，第二条鱼我也能够跟得上，你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七。或者是鲤鱼呀，你可能有的同学说，我说老师，我虽然呀没有画好，但是呢我感觉你讲明白了，我只要呀勤加练习，我觉得我鲤鱼也能有老师画的好，对吧？是吧？有没有同学有突然之间这样的一个顿悟？如果有的话，可以给老师发一个小花花，是吧？可以给老师发一朵小花，完这哎有花吗？或者给老师发一个笑脸也行，是吧？或者给老师发一个笑脸也行。其实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我上课跟不上你的一个绘画速度和绘画水平呢？其实呀，有很多东西你是顾虑的，但是呀，你通过文浩老师这节课的一个学习了，你会觉得，哎，鲤鱼不难，可能我也能够画得会，那就对了，能明白吗？那就对了，这就是文浩老师今天来的一个目的。其实今天虽然我说来，同学们，我要带着你们把鲤鱼学会，都跟着文浩老师，一定要把鲤鱼学会，是吧？真能学会吗？不一定能学会。为什么？因为国画它其实挺难的，它需要你系统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学习，但是你能不能听明白，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你跟着老师的一个课程当中呀，说这段时间你听明白了，我觉得是吧，文浩老师今天就没白来。但是你说老师，我如何学会，需要到我们正式课程里面，从简单到难，一点一点一点的去学习，能明白吗？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不是一口吃个大胖子的。我今天来，我说来吧，是吧？
哎，两笔我教你绘画出鱼，你信吗？你别信，是吧？假的，妈，我告诉你，你只要认真学，努力学，老师会有方法让你少走弯路，你信吗？你信，是吧？因为我们大鹏教育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好，紧接着咱们整支笔，你还调一个淡淡的绿色，是吧？淡淡的绿色，好，淡淡的绿色之后呢，然后在这里面慢慢的走啊，你看呢，用笔写它，是吧？在里面用笔慢慢的找出这种变化来，是吧？哎，目的是干嘛呢？哎，鱼游过来了，我们要给它有点水韵的一个效果。水呀，我也不好画，是不是？国画里面画水不好画，我只有要画别的东西来掩映水，这就是国画的一个人生的大哲学大道理。西方的绘画不是这样的整的，西方的绘画来画水吧，他就把湖面画得真精致。国画里面画水，我就这样走几笔，水画完了，这个鱼就是这样游的，打完收工完事儿，是吧？你看，哎，我就说这是下面的水，而且是湍流之水。哎，为什么我画的这么的，是吧？我要画慢一点就不一样的一个感觉了，是吧？两个鱼还游的还老快，叫什么逆流而上，是吧？哎，百舸争流的一个感觉。水就是这样画的，很简单，啊，嗯，来，水画完了，鱼画完了，是吧？紧接着呢，同学们放松放松，行不行？跟着文浩老师，咱们放松放松，放松放松，干嘛呢？是吧？咱们要画点藤蔓了，在上面也画点藤蔓。上面的藤蔓，文浩老师就不细讲了哈，因为藤蔓。说实话，你要想把它讲明白还稍微有点难，是吧？为什么难呢？它里面牵扯了气韵生动、古法用笔、节奏的问题，是吧？墨分五色的问题。我希望呢，同学们今天呀，是吧？上面加点小配景，目的呢是跟着老师把鱼学会。如果是同学们想说，哎，文浩老师藤蔓我想系统去学，我特别喜欢紫藤花，是吧？哎，出门右转找班主任老师报名我们正式课程，好不好？来，紧接着呢，文浩老师稍稍的带着同学们，是吧？咱们来画画藤蔓。我可能接下来呢会用笔更放松，用笔会放松一点，用笔呢稍微的灵动一点。同学们跟着文浩老师，咱们来看看。首先呢，整支笔我调一个淡墨，笔尖呢加点重墨，把毛笔啊扭动一下，干淡的一个感觉。老师，水用什么颜色？水呀，我们用藤黄加花青调一个淡淡的绿色，再加点墨就可以了，好吧？再加一点淡墨调配在一起的。从这儿呢，我把毛笔呢打散，是吧？往上走，把藤蔓的力量感我给它处理出来。但是同学们可能会说了，老师，我画不出你这样的藤蔓。没关系，藤蔓，确实挺难的。我给同学们说，藤蔓呀，确实挺难的。难到什么地步呀？难到你要系统的去学习一下。但是呢，今天呀，是吧？文浩老师重点教鲤鱼，希望呢同学们之后在未来的课程当中，不管是花鸟、山水和基础，我们都会去学。你比如说梅花的枝干啊、木本的、草本的，是吧？木本的、草本的，还有什么那种牡丹的、灌木的等等的，是吧？还有这种藤蔓的处理。这块呢我处理都挺慢的，你看到吗？里面的变化很多。好，紧接着是吧，节奏来了，是吧？节奏如高山坠石，是吧？快一点，好，到这儿停下来，这个里面的韵味哈，希望同学们跟着我感受一下，在这里面打太极，好，这个时候出拳了，来到这儿，收过来，这是藤蔓的一个处理方式啊。可能同学们说，是不是感觉有点难呢？你自己画一画试一试，是吧？你自己画一画，可能不一定能画出来。
我都希望呢，同学们在我们正式课程里面真的是好好的去学习，好不好？好好的去学习，这才是，叫国画里面内功的东西，是吧？我们修炼说修炼内功，修炼啥？就是修炼的这些东西，是吧？哎，加点藤蔓，是吧？丰富一下画面，哎，这个藤蔓处理完了，洗洗我的毛笔。好，咱们在后面呢加一点若隐若现的，是吧？我们在后面呢加点若隐若现的紫藤花啊。这个紫藤花呢，我们用什么颜色呢？我们把毛笔洗干净，加点曙红，加点三青，调一调啊，曙红加三青，啊，好，调完了，差不多了啊。一定要若隐若现啊，鲤鱼啊，它是主题啊。你后面画的一个紫藤花呀，画的是吧？哎，非常的精美，非常的好看，两个鲤鱼不开心的，能明白吗？我是男一女一，你紫藤花仅仅是个配角，你一定要画的淡一点，这样的前后的一个观影才舒服，是吧？调一调，加上，这点上去就行。紫藤花呢，上面的大，下面小，哎，加点水，有清淡，你看。没事的时候，我就上这地方蘸点水，让花头呀找一个小变化。然后再加点曙红，再加点重一点的颜色。好，一串是吧？画好。然后在这地方加点清水，随意。好，另外一串，你看这串是这所有随意的紫藤花里面最主要的一朵。哎，我画的时候啊还稍微认真点，这个呢我就不认真了，真不认真了。这个不认真呀，不是文浩老师的不认真，是对于画面控制的不认真，是吧？说的稍微有点绕，但是呢，意思我觉得表示清楚了，是不是？再来。下面呢，咱们再来一个。好了，是吧？三朵花头，啊，三朵花头画完了，画完之后呢，咱们稍等，等一等，等一等它干，然后呢，是吧？调一调毛笔，哎，藤黄。三青是吧？加点花青，调一个绿色。紫色怎么调出来的是吧？紫色呢，我是用曙红加三青调出来的，是吧？我曙红加三青调出来的。这个时候呢，加点绿色，啊，也是淡淡的哈，是吧？在里面，哎，点一点，感觉有点叶子就行，我也不在乎具体的叶子长什么形态了。艺术的表达其实越往后呀，它越真，是吧？这块儿啊。刚开始画鲤鱼的时候，我觉得画的挺开心的，是吧？可能呀，我现在的用笔啊就比较的跳跃。跳跃的意思是什么呢？哎，我现在呢给同学们讲课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挺放松的，挺开心的，挺活跃的，挺调皮的，是不是啊？这也就呢，在我的紫藤花上方也能够体现出来啊。这就叫我们说，一张好的作品一定要随心，随着自己的内心而走，是吧？随着自己的内心而动，才是一个好作品，能明白吗？写意嘛，重点的是一定要意境的表达。但是，是吧？意境的表达对于我们教学来说就很难。有人说，老师教学我听不懂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是吧？就希望呢，是吧？王浩老师通过我的一个讲解，让同学们能够稍稍的弄明白一点啊。但是你说老师里面的结构呀啥的东西啊，真的希望我们有节课程专门是教紫藤花的，能明白吗？有节课程专门教紫藤花的，里面的结构关系那是相当的清楚。也希望呢，同学们是吧，真真正正的加入到我们大鹏教育国画课程里面来，
跟着我们大部分的丰富的优秀的一些学长学姐们一块感受国画的魅力，好不好？在这里面呢，我们基本上上面的这张画就画好了。所以说呢，文浩老师想在这里面分享一下，有同学说老师